桌子，桌子，桌子，这个桌子是。对。可以直接上去。可以直接上去。你干嘛？舅舅不是舅舅，姐姐。好，我们去拿。我去这里。哎，你家。嗯。真的很危险。哎呀，都干嘛？干嘛？我该去拿。来，小胖咪，下一个，小咪，我看你的梨窝。哎，最漂亮。好，你要吃给你吃。今天祝谁生日快乐？舅舅啊。好。好，你口味啊。马哥，祝你最爱的九九怎么样？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对，我是跟他生日。对呀。我有新友。看下一个。好玩，好玩，我有新友。祝九九生日快乐，救命啊！来，我们要祝谁生日快乐？许逸文的儿子许佑仁。生日快乐！我刚才说我是那个生日快乐，非常有生日快乐。来，祝谁？祝谁生日快乐？九九生日快乐！来，祝谁生日快乐？按蛋墙啊！都是我们讲的，去到哪就会说按蛋墙。按太长，去到哪就是按太长。按太长对不对？对了，恭喜你今天哦，在大你的大喜之日。大喜之日。然后对你说，你要好好对他。好、哦，我就只有这个妹妹。如果你敢欺负他，的话，我就不客气。实际上是我全给你的嘛。懂吗？不懂。跟谁拿？